你是毛货呀？啊，你毛货哟！我说普通话听不懂。我这里有没有开呀？开什么？开业。开业。就是有没有？因为它下面关门了。哦，我们这是打开的。哦，我以为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本村的，我来第一次来这里。本村。对。是本村吗？我就是旁边村的。我没看你来到这里。我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在外面读书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在这个市里有没有什么概念没有？这个市委里面有没有概念？这好漂亮哦！哦，我是说你对这个府有没有概念？说真的没有。没有概念是吧？对。对，你这当心保定，这当心保定要办要办的。好，等一下。嗯。好漂亮、哦、嗯，等一下。嗯。Mm-hmm.